大家好，刚刚我介绍的四款可爱的奶昔都是用 Wonderlab 嚼嚼代餐奶昔做的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喝过，我很早以前就自己买来喝过了。
操作很简单，把瓶子倒过来摇散粉末，再倒温水摇一摇就好了。我很喜欢它的口感，非常的顺滑，很好入口，每一种口味的味道都很足，比如奶茶口味的真的就是我在外边买的高热量奶茶的味道，里边还有一些可以嚼的脆脆的谷物。我倒不是想通过它们达到减肥瘦身的目的，是想养成一个好的饮食生活习惯，它是便于我去掌控自己的热量和营养元素的摄入。一瓶是260卡左右，有3到4个鸡蛋的蛋白质，有充足的膳食纤维，还有一些谷物，完全没有色素和防腐剂。它的瓶子胖乎乎的，很可爱，也很好携带，就可以尽量的保证我定时定点的进食。因为健康的饮食不只是吃的东西嘛，吃的时间也很重要。在我很忙不能好好做饭的时候，我觉得点外卖吃些没有营养的东西，倒不如喝一杯好喝的它。它的饱腹感我自己经过很久的体验是可以持续半天的，而且它的瓶子也是婴儿食用级 PP 材质，所以可以放心使用，但不建议一天三顿都吃它哦，一天代替一顿比较合适。如果有时间想做的好看点，可以参考我刚刚的做法，也欢迎你们在弹幕和评论里和我交流一些新的喝法。